大家好，我叫袁弘毅，我是 Honeycomb Club 的创始人，也是 Honeycomb Club 的主席。我们之所以创建 Honeycomb Club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我们身边优质的男生、女生，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交平台。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呢？第一点就是所有的这个 club member candidate 都要经过我们这个 club 的in-person interview。为什么要做这一点呢？就是很重要的一点，是因为我们要对我们身边的这个 club member 安全、人身安全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保障。其次呢，在这个in-person interview 的这个期间呢，可以有一个双向的了解，我可以更多的了解我们的这个 club 这个 candidate 是看他是不是一个perfect fit。同时呢，这个 club candidate 呢也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 club 可以提供什么样的服务。与此同时呢，已有的这个 Honeycomb Club member 呢，也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Club App 呢，可以实时的知道我们的这个 Monthly Club Event 是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，然后有哪些人去参加。再说到最后一点呢，就是我们这个 Club 同时也提供Coaching Service 和 Consulting Service。无论你是在生活中，还是工作上，还是个人感情生活里，如果你遇到任何的困扰或者是困难，都非常欢迎跟我们一起去探讨、去了解，我们会竭尽全力去帮助你完成你的这个人生目标、人生规划和人生理想。在最后吧，我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 Honeycomb Club 边有一个非常愉快的社交体验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在这个视频的下方会有我联系方式、email 和手机，有随时问题的话，就欢迎大家随时联系我，谢谢大家。